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是方陈知识，大家搞早，咱继续过来讲解佛说阿弥陀经。今日呢，咱要甲各位讲解东西南北上下五住世界六个世界，包括咱娑婆世界算七个世界。所以咱往往咱就听了七情七情。七情者，就是讲讲东西南北上下甲中间为七，七七项呢，拢是有情的圆满体，有情的圆满体。无论是大项物件、细项物件呢，必成就是讲有情、有后、有度、有正、有上、有下，然后才有一个中心合起来，才是圆满体。这拢是有情啊，有情的。有情的世间呐，每一件代志拢是有情，唔是无情。假是一个人，伊都无开悟的时，伊就感觉讲哦，世间的无情，无开悟就无情。你若开悟的时啊，你就是感觉世间拢是有情，无论是艰辛苦涩、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，拢是一种真正有情呀。每一件有情内底一定有七项的圆满啊，七项圆满体。啊，圆满体无论上歹、上好诶，拢是一个圆满体，所以才有成一个书、一个体。这是真理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咱今日呢，来讲阿弥陀经。我为什么对阿弥陀经讲遮尼久？我发觉到世间的代志是有情的世界。佛国嘛是有情的佛国，宇宙虚空遐尼大，浩瀚遐尼大的虚空嘛是拢有情的。世界是世界，蜘蛛蛛啊，世界看袂到咧，这嘛是拢是有情的啊。所以咱这七情啊，那么才有佛法阿弥陀经，佛开示咱依六。六度空间的圆满，来讲了圆满这个体，圆满这个妙法，所以咱足赞叹的佛，释迦牟尼佛。我嘛真赞叹的王禅老祖，贵国先师将佛经啊，甲咱开示讲啊，这样的了脱世间那祸害，咱整个大宇宙虚空的祸害，大宇宙虚空那祸害，世间的祸害，受空不二啦。咱的思维、心灵，那祸害者，咱都表现出来都是祸害。咱的表现出来的祸害，咱的心一直真正祸害呀。所以自我弘扬阿弥陀经以来，真正信徒啦，看了真欢喜阿弥陀。无论是往后众生凡夫走出，任何一个所在所看到的，那拢真欢喜阿弥陀。我开始相信这个人未做歹代志啊！这个人已经未惊好多事啊！这个信徒已经未惊好多事啊！已经就是菩萨的境界来了啦！那我一下看到啊，老师啊，我足欢喜阿弥陀佛！我听了，逐载的准时来听这个法，这下啦，这就咱已经进入菩萨的境界来啊！咱这爱心的爱心已经到这个境界来啊！所以咱佛法在世间呐，不离世间觉啊。佛法在世间呐，为一大事，生死之事啊。什么生死？生起烦恼的因，要死掉烦恼的果。所以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啊，到最后一口气断掉，你咱就会死去的事。这拢是佛法之真理，佛法之妙法，妙多难闻，妙多难解啊。
让予咱解释，酒亲身去体验，亲身去学习去研究，一时你就会体验到佛法。我今所讲啊，遮尔济遮尔济，咱啊人世间的妙法，咱会共同会当证明着这个妙法的殊胜，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是咱所讲的正定正觉、正等正觉。各位师兄，这些啊，佛经之伟大，佛经之妙，咱都看、都体悟、都领悟、都听一寡大师的解释，以后咧，你就当了解佛经的奥妙的所在。那么今日，那么佫继续佫进入经。阿弥陀经内底，好，咱看过去所讲咧，哈，舍利弗，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！东方啊，也有阿丘比佛、苏弥相佛、大苏弥佛、苏弥光佛、妙音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。诸佛各依其国出供殿舍上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所说生死言，入定众生，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，哈、啊，去供殿啊！啊，这利益，咱就这样子，这样子佛，其他的国土遐尼济佛。然后一起的赞叹着阿弥陀佛，都是啊，咱所讲真情，释迦牟尼佛，一直哈赞叹着阿弥陀佛是安尼成就极乐世界，是安尼成就就极乐国土，是安尼成就着众生，你去到遐个所在，拢会当成为阿罗汉、为菩萨呢。这是大慈大悲阿弥陀佛的心量遐尼阔。伊将来都无甲咱只个含一尾虫、一只螃啊、一只蚊啊，看做一般真无价值的众生。那么是安那？咱世间真济名声是修行修道的人，心胸遐尼个，看众生个，看甲遐不起，甲众生大众咱人民看做山顶个国民，我感觉真可怜的修行人。咱会当修行，大家好啊修行。若是国家无予咱安慰，国家无予咱安定，国家无予咱和谐时，哪有可能大家在啊修行，强？无可能的代志嘛。这拢是爱靠国家、靠全国人民的，予咱的安全、予咱的方便、予咱的种种自立，咱才有在修行。咱唔知好感恩，咱顶多将国家。咱人民讲到无一个着，看到山顶的国民呢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经文甲咱讲，这个东方也有阿丘比佛、苏弥相佛、大苏弥佛、哈苏弥光佛、妙音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。诸佛各依其国出殿舍上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生死言啊，入定众生啊，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一切功德啊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哦，这里呢，啊，这段的经文，咱们开始的，我东方嘛有佛。拢有开悟的人，拢嘛咧赞叹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嘛咧赞叹阿弥陀佛啊，伊所庄严所成就西方叫做世界遐个成就。但是咱伫世间要咧学修行尔呢，咱伫遐世间只咧学做脚、学行路咧，穿开脚裤咧学行路尔呢。咱哪有咧资格去批评别人拢唔对，甲别人看作山顶国民，家己才是上尊贵啊！咱台湾真侪种、真侪宗教的失败、宗教的悲哀，
无咧慈悲心，无咧爱心。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，伊都会赞叹所有大众。阿弥陀佛，心量遐阔，接受着所有无论妄谈等等，拢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。但是咱世间的一寡哈修行人咧，接受人的供养，人要祝福你食，结果你甲人看到山顶的国民，感觉真正可笑、见笑的代志。所以咱接受人供养的人，爱有慈悲心，爱学佛、学菩萨、学圣贤的爱心。咱唔通聊聊讲哇，我就家己感觉上牛啊啦，唔通聊聊感觉哦，我是一定国民啊，恁就三等国民啊，我有开过，恁无开过诶。哪讲我有开过，恁无开过的人，伊就无开过，安尼，各位，咱活在世间，唔是要培养一个真正骄傲的人啊，唔是要培养一个真正无智慧。感觉家己一个一只小个三千个尔，发三团体三千个尔，哦，你又感觉家己真牛啊！错起来头壳有问题，各位爱注意，时时爱谦虚。所以东方有这里叫做阿丘比佛啊，东方的世界毛佛阿丘比佛，哈、哦，这里阿丘比佛嘞，是如来的名，像如来的名，伊的名，好、哦、翻译啦，无当。不懂无真看的是伊，每个了了到生气的意思。好、哦，而且呢，往昔伊在那只东方几啊千佛的国土，哈、哦，出现于阿毗罗帝国的大目如来所发愿的，修行后呢，成佛于东方大目如来，哈、哦，所发。而这个愿呐、啊，修行后呢，成佛于东方，啊，迄国的名呢，叫做善怀之国，善怀国。那么现在嘛，依其他的说法，嘛咧所在的说法，你甲各位讲，哎呀，西方叫做世界偌庄严，偌庄严，嘛一直在赞叹，在赞叹啊，各位。咱若是讲有佛的慈悲，有佛的爱心的时，咱嘛去赞叹着诸佛菩萨所有一切人的成就。那么咱如何在世间来赞叹呢？赞叹他人的成就呢？咱唔好甲人去妄妒，咱唔通甲人去嫉妒，想尽办法要甲人攻击，这种人就是魔来出世的。魔的心呢，惊人好起来。怕人有成就，所以咱常常在电视、报道在看，看了真侪人，好，伊若成就就想尽办法要甲骗、甲怪、甲恶、甲夺、甲抢、甲劫，想尽办法咧，就要甲骗、要甲诽谤，讲伊公司就是安尼来，这种人就是魔来出世的，魔是来出世，你唔用差别。咱若会晓有成就、有修行的人，咱一定去成就、去庄严、去赞叹着这个人伊成就是安尼成就的。咱爱去找起一个人事业伊成功的前两三四五六，甲伊心，爱去找起伊成就、成道、成功之路是安尼来。咱袂使讲一心一意要去讲讲哇。伊安尼是安尼来，我骗人怪来，这达至唔对。相对咧，咱要事业要成功，咱爱学佛的心胸、心量爱宽，咱爱功德善缘，咱袂使想要骗人、要怪人。你怪着一时，贪着一时，失掉一世，失掉你过去生生世世，失掉着恁祖公啊所留来祖德。可能甲开掉去啊，感觉足见笑，足见笑，足见笑啊！所以咱伫世间，伫这几十年中间，都是伫修行啊。修行方法无相像，有诶属龙、工商拢咧修行，吼、哦、嘛是伫修行。无论打一个法门，伊拢是伫咧修行啊。那么请问各位，修行敢着一定讲我得去走深山来去修行呢？无这个道理啊！一个人个人因缘和合的关系，所以咱伫世间好好甲事业过好，甲事业过掉，
会当广利大众，你的产品发明产品会当利益大众的时，你嘛咧修行啊呢？所以东方阿俗比佛，伊所修行的咧，伊圆满咧是安那是会当圆满成为一个哈、啊、一个国土咧。咱已经所开始啊，哦阿俗比佛啊，伊的第三欠是挂相，这就是第一万二不易的修养。啊！因谦逊引起共鸣，啊！不骄傲，诚实为人啊！谦虚者，心境安详啊！一得福众皆幸福啊！喜悦安乐，众安乐。所以佛名是佛，不是人啊，不是人。真正修行的人，哈、啊！你若修行正果悟的时啊，你将你的日常生活咧，哈、啊，中间咧，啊，你用作妙法，启示大众。即以前咧，恭敬老和尚，以以身作则，拢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即是上好的教化甲修行的法门。咱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到了。